真的太全面了，为了稳稳接住破天流量，拿出了压箱底儿的诚意。有一种效率叫山西速度，清源水城的悟空雕塑从开工到完成仅用时3天，千年古都大同提前挂起了过年才能看到的彩灯。有一种整活叫山西文创，悬空寺的悟空款冰箱贴金色流沙落下，四官真容出现，谁懂这一眼千年的惊艳。家里有矿的小挂件里真的装了原汁原味的山西煤。有一种贴心叫山西服务，文物单位能开净开，高平铁佛寺、汾城古建筑群等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次面向公众开放，多个古建筑点位延长开放时间，取消预约制度。有一种热情叫山西人放弃了午睡，全力做着后勤保障工作，免费停车，公交专线增加，导游、保安大哥、司机大爷兼职讲解，就差排着队给外地游客削面了。一茬接一茬的宠粉操作，让当地人一整个破防，妈妈你让我感到陌生，活了30多年都没见过穿短袖挂彩灯，终于理解阿尔滨当时的心情了。外地人看了心里直痒痒，好漂亮，想去。咱们说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，来个山西人聊聊，你们那儿现在真的这么热闹吗？